学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才像你说，我是秀满，罗问老师又回来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那个选的主题，我觉得选的非常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？老师有多惨啊？真的啊、因为我身为一个老师哈，现在已经是10年的时间，很惨啊，各位，天哪、啊！到底有多惨呢？今天有一个报道在讲哦。招不到6个学生，老师 fire。招不到6个，那绝对不是招生处业务的事情。对，老师变成业务员啦、啊！要招6个，要招6个，你说招1个2个就算了，6个要去各校演讲，要去各校跟他们那个介绍我们学校有多好。还搬烂啦，都爱搬烂。不然意思是手段柔软，能屈能伸，为人际关系的交配之意。然后请学生吃东西，然后跟他们聊天，然后他们回家之后打电话问他啊，考虑的怎么样啊？哇，我们真的很好，一直不断的夸奖。这听起来很像是补习班在干的事情。对，可是补习班老师也不用做这种事啊，没有办法。招生处跟教务处越来越像了。我刚才讲的那个大学老师，这是大学教授啊，不是说什么国高中老师哦。大学教授以往我们的印象当中那个形象地位是高高在上，现在真的没有了。少子化的影响实在是太严重了，真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教育改革里面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广设大学，每个大学都要招人啊，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变多。以前我们大学就是那几所而已，所以大家都是抢着要进去。现在是他们开始要抢学生进去，很多学校面临倒闭的危机，连文化大学，文化大学是很有名的，文化大学应该超过40年了。去年亏损5亿，学生少1000多人，出来的学生又全部都22K、21K。上次我们讨论了30K 嘛，对不对？总统啊，干不可怜呐、啊！过去20年，这个政府必须要负起这样子。居然没有任何总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太可悲了。历任四任哦，他连公立的都很惨哦。公立的老师，你不要想说啊，我公务员啊，我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有可能会被超额。他们现在学生人数是一直降，一直降，一直降。对，那每个老师的师生比是不是就已经那个失衡？他就会变成老师太多，学生太少。你没有课可以上啊。老师的，以前一个年级可能10个班啊，现在可能一个年级3个班了、啊。哦，最近有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学校小学6年级只有1个毕业者。所以说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，能不能够让什么一些后段大学可以提早退场？可是提早退场又有问题，这些老师全部都失业啊，一百万都是真的。下一次我们可以开一集再讲，这些老师他们去大陆那边啊，没办法啊。可是你要去跳海吗？对，大陆那边开出来的条件，我必须说了，不是说很好，他就是以前很好，哎，以前很好，现在大概就1万人民币，工作12个小时是吧？所以说各有利弊，听起来跟跳海其实差不多，各有利弊，但是总比你在台湾找不到工作好。刚罗文老师讲到一个、啊，就是教育部，对不对？就是公立老师，你不要以为公立老师的工作弱点很少，公立学校的老师被迫要写很多的评鉴，你每天写不完的报告，就说你今天啊什么素养教育，你执行了哪些东西？你今天呢，为了让我们提升我们的公民素养，然后做哪些东西？提升数学素养，你做哪些事情？然后举办哪些活动？拍照之外还要写报告。你以为学生的报告就够多了？没有，你老师的报告比你要写的还要多。你知道那些报告全部都是作假，这个就是一个悲剧啊！教育部逼迫老师做假的东西给你啊，变成大家都在做表面功夫啊。你做出来根本就不会看啊，它就是形式文章，流于表面的。对，那翻一翻，翻一翻，哦，不错哦，这报告写得好哇，很有绩效，然后打勾，然后就给你比较好的一个评鉴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的现况。做老师，公立老师的报告做完之后，回家之后你还要接受什么怪兽父母的24小时的赖轰炸摧残？你不给他加不行哦，你如果不加哦，北北烟林州骂北烟就来了就完了。对，之前有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妈妈半夜3点传一封赖给那个老师，老师没有回，隔天打电话去骂他，然后接下来又准备要送评审。对啊，半夜三点过不回我，明明就有已读啦，已读不回我，3点多哎。我还没有睡觉，我在那边看你的，我在那边看你的赖简讯已经很厉害。我他打算明天早上或者明天下午再回他，不行，被轰炸怪兽家长，又养出怪兽学生，所以接下来就会出来什么？各位下一集呢，告诉你这样的教育系统做出来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听过韩寒讲一句话叫做“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”？不是，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 OK。其实这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那个内容啊，但是这个其实是。别忘了按下订阅，加上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才像你说的新影片哦。
像爱的教育嘛，我们从二十几年前开始就要推广爱的教育，对，可是爱的教育发展到后来变成什么？变成宠溺教育，小孩子很多都被宠坏掉，快乐快乐快乐吗？用手机已经变成常态，你可能无法想象，对不对？你想把他大学的时候才用手机啊？错，现在国中、高中就开始在用手机了。是啊，而且没有人敢收手机。我们两个人频道还蛮多人是高中、高中生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他说要怎么快乐教育、快乐学习，要翻转教育。对，什么老师上课要有趣，不会比完美世界有趣啊？对，不会比传说对决有趣啊？上课就是真的，很多人都在看漫画、看小说。老师上课要怎么跟肉打、啊？要怎么跟吃鸡打？而且老师对此事一筹莫展，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改变。对，因为我没收你手机，等下你告我怎么办？那哥吉拉父母就出现了哦。对，他父母是挺小孩的，就老师你上课内容不有趣嘛？然后又听到哥吉拉背景那样子。对。老师你上课有趣，他就不会玩手机啦。啊，你还没收我们的手机，我们手机很贵。啊，侵占。我学生说的，基本上现在的那个公立国中，哈，比较偏向或者中南部。一个班级三十个学生，只有五个在上课，其他的都在做自己的事。睡觉已经变成最轻微的，只是很感谢的，因为你没有妨碍到别人。跟朋友玩手游啊，这边连线，不要群魔。对，然后还在讨论战术，然后你还开语音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我还有听过有学生直接在后面出火。就老实讲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体罚，可是就是有体罚的情况之下，或者老师会很凶，然后他用镇压的方式，比较有点威权的方式。可是就是这样子，其他的同学才可以用功读书。所以说一定要有很厉害的老师能够压制住，可是现在老师的所有的那个压制力已经全部被教育部，他没有那种武器了啦，对，被教育部整个拿走。越讲我就越惨，我觉得我老师有背光平平在说，好惨。我教补习班之外，其实我还在学校有在兼课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兼课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要知道这学校的一个生态，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，但是好像越看就越觉得天哪，怎么你 越来越多 OK 从学校里源源不绝的生产出来。对，而且这些人长大之后就会在社会上成为就会变成你企业里面的员工，是我们整个社会要去承担的。对，这就是社会成本嘛。好，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老师的压力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可能接下来就会尝到这些东西最后的苦果。教育产业就真的不应该，是不应该。对啊，学生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学生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。他还没有那个能力跟去分辨什么是他应该要的。我们帮你规划这么好的课程，只学你想学的，这是什么教育？那就是避开压力。对啊，这是自助餐吧？希望这一次，而且是2020的总统大选，一定要有人可以出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然这个问题绝对会成为台湾未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恶果。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啦，期待下一集。台湾最美的风景，奥克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奥克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敬请期待，拜拜，拜拜。